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今低空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那么低空经济如何展现中国科技的创新发展活力？这一产业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其实现代化和什么呢？和这个流动是密切关系的。大湾区有了高铁，一般的铁路、水运，还有高速公路，第五张牌就是空中。现在这第五张牌就补齐了，因为有很多极难险重地面交通出问题的时候，低空经济特别重要。所以大湾区把这个五个流动的方式全补齐了，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体现。其实这就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式，所以我们叫五流合一。低空经济啊，它在运作之中，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啊，你给它提供材料的、电池的、各种飞行服务的，这样的上下游的带动提供了一个科技创新的平台和场合。大湾区的运作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低空经济的探索等于是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